六七八四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六三四六二三四六七八七二三四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三四六七八五六七八九。四五六五六七八九 B 十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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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六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中学一队长周耀彤报告，表演开始。表演速学一队长周耀彤报告，表演开始。表演速Thank you.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莅临国父纪念馆。本馆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贤建立民国的事迹与行谊，于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规划兴建，目前已建馆49周年，是展现博爱心传的名人纪念馆，更是大众共享幸福的艺文殿堂。本馆正厅左手边是国父史迹东市，展出的是国父生平事迹展，展场内的建国大纲为本馆的镇馆之宝。右手边是国父史迹西市，结合科技及历史展出孙中山与台湾，欢迎更进一步了解国父孙中山史迹展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一起向国父行礼致敬。请大家注意，本馆室内及室外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一对交接仪式进行中时请保持肃静，请不要跨越拉扯以及触摸前方的管制红线，拍照摄影时请勿使用闪光灯，并尊重一对礼宾执行公务。这次执行的是陆军仪队，谢谢各位，欢迎参观指教。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本馆已加强公共区域、公厕等场所清洁消毒，也请游客加强自主管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个人口耳手部清洁，也留意体温与呼吸道健康。如有发烧、咳嗽、不适症状，本馆将协助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或通报。谢谢合作与配合。